可爱小毛巾。加油加油，快点！细细的项链，是有的，是吗？我没法形容我的心情，因为这是我小时候最大的噩梦。嗨，我回来了。今天的 vlog 内容就是 back to work， 因为我放假了有快两个月的时间，从一月初回台北，然后一起过年。所以快两个月嘛，然后这次广州是一个 QQ 的一个活动，然后就想说是要记录一下回到工作的节奏。今天广州天气还挺好的，然后这个 view 也不错。因为现在行程就是晚上七点要彩排，因为是明天正式嘛，我准备跟天灵约下楼有氧一下，然后回来练练一会儿琴，练一下晚上彩排的内容，然后晚点再说了，先换衣服准备下楼运动。加油加油，快点，还剩剩几秒了。还点了一杯牛奶，江江就问我说我是要两个混在一起喝，就是喝一口美式喝一口牛奶变成拿铁吗？并不是，我只是单纯的想喝奶。我准备先练琴，然后等裁缝来，因为 fitting 的话要等裁缝到位了我们再开始。琴里面都是可爱小毛巾，因为它坐飞机，看来还是，你看我的琴弦都松了，因为广州很湿，北京很干。完蛋了，慢慢调吧。
拍几张给我看，我等一下帮你判断一下，好吧？好好好。我现在拍给你看。好好，拜拜。我的琴裂了。啊？这是 Only 吗？对。我刚才在跟余国昌老师，他要他接我电话。可是你广州借得到琴吗？借不到都借不借得到都不重要了，我现在已经要崩溃了。他那个黑色的已经要断掉了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是不是黑色的，我刚刚把它弄松，是你看下面这边有一条线。我看到了。看到我在现场。啊，可能要联系一下妈，你找好妈妈。那个 Only 的那个面板裂了，所以可能要借一把琴。然后我让妈妈问一下，看有没有认识什么广州交响乐团或是什么之类的。啊，我。Yeah. 好，那我这边也问着，那我先回去问。OK， 好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喂，不知道，因为琴太敏感了，就是它在北京很干，然后广州很湿，我不知道这个裂缝是在北京的时候裂的，还是什么时候裂的。对啊，就是我的琴啊，肯定啊，我明天就要演出。等会儿我接电话，接个电话。嗯，拜拜，等会儿。这里看一下，很长一条，我已经，我是叫妈妈赖。OK OK 好。好，谢谢老师。OK 好。好，拜拜。我随时跟你保持联络。嗯，这真的吓死人了。好。嗯，好。拜拜。我的腋下都流汗了。噔噔，第一套。好，走。第二套。这个比较像芭蕾舞，跳芭蕾的。上一个马丁鞋，还有一个细细的项链。Option one，、你这样穿着很好看哎。是吗？这次想要走一个复古一点的风格。第三套，这边是那种绑带的，我是觉得这儿还挺可爱的，这套也还可以，这套我也喜欢。我就觉得第一套太仙了。This is the fifth， 这套有那种。嗯，这个我还蛮喜欢的，这也是我的菜。那大提琴好像有点露腿，这个是这样，那有什么好的？对，没有点。我刚刚试完妆，然后根本没法形容我的心情，因为这是我小时候最大的噩梦，就是。travel 的时候琴裂掉，但怎么办呢？已经发生的事情了，难过也没用。首先是已经发生了，第二就是要提醒我更加注意琴的保护。飞来飞去就是会有风险，因为本质上是因为北京特别干，然后广州特别湿，所以其实我具体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裂的，我猜可能是在北京的时候吧。我现在只能用脑子练琴。7:19，然后我们25分要出发，穿个外套。
怎么说呢？一波三折呀。准备一下吧。带上我的 iPad， 因为可能要看谱改一改啊，那个排练哪儿出什么问题。到那边见吧。I told her that before. 你开心吗？我们又要演出了。他是什么心情啊？少し緊張していますね。少し緊張。紧张。嗯。哎呦，听得到。緊張吗？緊張。緊張。緊張。我们到现场啦。跳喽。等等等。是我一个放屁声。有开一波三折，从吉他开始。对，没事，都搞定了，都 OK 的。刚刚排练 check 一下声音，然后现在要整体走一遍。9:40我们开始连排，上下开口后场吹场的导演，这什么？这是香菜。麻烦叫一下演员。9:40开始连排。我好害怕香菜哦。你现在要回酒店？对，十分钟看一下有什么。我们现在还可以游泳跟健身吗？游泳可能很难，但健身可以。我们就健身吧。9:28。借的琴到了，所以我要下去跟这个老师叫家教老师拿。表演的琴，然后准备睡觉，现在也已经11:30了，然后明天早上起来吃个早餐，比较晚开工，2:00多才开工，所以还挺好的。好了，今天真的是一波三折，但是还好事情都顺利的解决了，反正回台北再把琴修好，好吧。Night. 早安，今天怎么有点阴天呢？买了个早餐，现在是9:00多。昨天晚上没有吃晚餐，就有点饿。还有一个酸奶，准备吃一吃。
这阳光亮到我没法睁开眼，我来跑步了，觉得眼睛还没睁开。化完妆啦，今天的妆容就是我想要比较粉粉嫩嫩的感觉，但是都是比较偏干净的，然后嘴巴也是这种比较豆沙色，等会再加一点点玻璃的那种唇釉的感觉，然后眼妆也是淡淡的粉，腮红是那种杏色，然后睫毛是根根分明的，然后眉毛也是就跟自己头发颜色比较贴合，现在要换衣服了。最后选了明码的那一件，应该是昨天试的第三套。快要没机会了，是不是有点甜美啊？挺好看的，我觉得。不是太可爱了。不会。不会。既然你放心，我也会穿的，我只是没想到。好看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这个机会可以刚刚卡到你了。跳图。跳图是一件很烦恼的事。有点话，好。啊，老师帮我开始。的小白在这边感谢潘老师借我情，出发去现场了。哎，为什么我们两年去这边？我还录了。说干嘛？有一次他发讯息给我，他就说他要拍那个什么，哎，你叫运动吧。然后我就说我的天哪，我们今天穿的一模一样。
哇，真的，娜娜的气质太好了，我以后生女儿也要生一个这样的女儿。而且静态真的超美的。对，还有现场很多很多故事都在拍她。宝贝就来广州好不好啊？会，巡演要来广州哦。等一下，马上。那是我。我们要去机场了。看这个床，知道我昨天睡得挺好的，乱七八糟的。拜拜。我现在到机场休息室了，好，买一个吃播吧。点了生鱼片，然后再看那个美剧 Wednesday。 我总觉得这种食物里面的花吃了会中毒。